早安呢。哦，不行，发现一直在开台前健身，啊，特别累，哎，不是，是开始有点习惯了，知道吗？月灵安安，棉被猫安安，嗨，好了，棉被猫，回去喵不喵儿灵儿那边。昨天你生日快乐，奶绿玩游戏安安，棉被猫安安，可以边开台边健身，不是这样我就要挂着了啊，就丢着你们去健身，然后被敲是不是？嗯嗯，啊，月灵有朋友的感觉如何？小伟安安，青蛙安安 ，T3AI 的安安，雪莉安安，咪咪安安，梁元安安，那由他安安。嗯，哎，考试如何？考得如何？赞哦！怎样？其实。那时候也常常是什么需要跟朋友做个姿势啊，牵手啊，抱抱啊，那些有的没的啊，找得到人啊，只是可能我会晚点看到。你待会打完啊，好好回去看台哈、啊，乖，你乖好不好 ？Candy 利安安，又什么？Y-U-I-Y-O-U-N-G 啊 ，C-H-A-N， 劝安安，好，利恩安安，吃吃安安，满分1000，及格700，我刚好过701嘛，哎，有没有？你看刚好过的，被称为是最厉害的精算师，哎，没有浪费太多的精力在多的分数上啊。我昨天怎么错过直播了？我昨天没办法，大半夜开台啊！大半夜开台的，谁会看啊？死人时间开台，新化安安，这是在呆鱼那边的新化，还是在兔窝的新化呢？哎，有偷看啊，有偷偷的看啊！还好你诚实的回答，我是兔窝的，我是兔窝的，全班崇拜，没错。你10点就睡了，没事啦，好好睡啊。我昨天是一直睡啊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快气死了。今天我好比我睡8小时，那我大概平均30分钟会起来一次啊。原因是什么？就是那些死屁孩，看，就他姐姐已经几岁了，7岁8岁了，还在那边讲不听。刚讲说你不要跟弟弟抢东西，抢东西他就会哭。他就说那是我的，然后迪迪就狂哭嘛，哭了之后我就是走过去，我直接把玩具通通没收。然后就有一次我醒来之后，他就说迪迪我们来玩这个，结果他自己伸手去拿玩具，我就直接用抢的把那个玩具抽走。他说他就在睡觉，你们是抽吵什么吵啦。哎，戴于娜的棉被猫不是说什么戴玉娜的新话吗？博士无双13面，这个啊，不是，这当然是要摆自己好看的、啊。你看，难道我的大四喜字一色也要拿出来看吗？陈正又安安，我只安安。我也是扒下去，哎、欸，我到现在还没打过小孩哦、喔。不是真的，睡觉被打扰真的是太不爽了。是同个吧？应该是同个吧。反正新化是先在我这边啊，然后我这边有谁开台都会去拜访啊。啊，要不是你碰走了，我可能可以留局哎、欸。留满了，留局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等一下要出去看一下我今天任务是什么，有没有房号？没关系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要重开，我要去看一下我任务。抱歉了，待会大家不要抢啊。我应该也是尽量开到大家都玩过，好不好？大家都玩过再换游戏。
留局不是好事吧？啊，留局满贯。哎呦，这什么牌？棉被帽，你碰屁啊？棉被帽，你碰屁啊？然后一个双辣，干你碰屁啊？啊，棉被帽双辣。待会可能是玩新游戏啦，因为有个游戏我到现在都还没开来玩。到现在都还没开过来玩。七。你也是放你十三面出来。嗯，我们开来看哦、喔。这个是 YT 的吧？看看，干，看，看看哦、喔。你也太低调了吧？不是这时候应该要摆出可以拿来炫耀的东西吗？突然想到6月1号枪火新 DLC 推出、欸，可是6月2号好像可以玩 Diablo 4了欸。D4 好像有提前购买的话，可以在6月2号提前玩欸。怎么那么小声啊？我的 BGM 怎么那么小？太难了吧！啊，明明有玩枪火，也只开一天没有，因为我枪火那时候已经玩烂了。枪火在我那时候去 FB 直播的时候，枪火那时候就有玩，玩得蛮疯的。那他后面是陆续更新什么成就系统之后，我再回去玩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之前玩的都有点白费的感觉，因为之前玩太多了，啊怪已经杀到超过，但他不会累算，他要再重新打。哎，所以痛苦啊！噔噔噔噔噔。6月1号你毕业典礼，哎，恭喜恭喜毕业了，上大学吗？前阵子有新模式，我已经卸载了，哎，找不到人家陪我玩，啊，想找的人在忙。没要读大学，可能要工作。哎呀，聪明的决定哎！讲真的，不然你又要花更多时间去赚钱还学贷。夏天要到了，该来赞助个冷气费了 ，Gilda。你是不是小妞？谁？感谢小妞的550，谢谢莫莉安安。我用听的就猜到，你不是小妞就是克洛伊了。没事啊，欸、你这个进度抖那条只是摆着而已啦，真的没有要达标啦，达标只是可以买东西，没达标只是存下来。欸、你该不会是要凑整数吧？谢谢小妞。哎呀，克洛伊安安。今天在社团看到复刻表，哎，那个红狐狸面具就是在我玩游戏的前一次复刻，哎，好气哦！还是我也，哎，你别了吧你。
你有太多女儿要养了，我没关系啦。你把钱花在妹子身上，我其实会比较开心。对，花在妹子身上真的是比较赚。他们可以出新的周边啊、皮啊，有的没的啊。我没有，我就只是生活费而已啊。我这边也没有什么回馈的东西。对不对？像你看，你家主播，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搞新活动，最近没看到啊。那灵儿那边不是有什么千追活动之类的啊？毕竟要花钱嘛。你赞助他，可以帮他分担一些东西。加一个红狐狸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在想，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刚玩的时候是红狐狸，没有红狐狸。红狐狸复刻是我刚好玩的前一次复刻而已。复刻要在当、那一周的礼拜二才会有消息，然后礼拜三是公开讯息，那在礼拜四就是开始换。噔噔噔噔噔。要飞了，哎，不可能。你是帮我补血吗？谢谢。教主救了棉被猫，说啥？他差点杀了我哎、这只猫差点咬死我哎、它不是猫，它是老虎哎、这只猫会咬人哎、跟隔壁的猫一样。你昨天到八字社尾，它有放生吗？有放生吗？可能有更需要社尾的，像我一样。你还整理星盘了，好，我其实也要整理一下，因为其实好多图我都没上了嘛，是确定都没有什么在上的。我想说就先清，先拔掉啊。白鬼夜行安安，把它咬烂。虎的话应该是壁虎吧？不对，你们都在这边聊天干嘛？去隔壁聊。啊你妈的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！老子在欺负我。隔壁是客厅吗？隔壁，我不要。下一张五条，哎呦，预言家哦，搞不好是二条回来了。哎，好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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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啊，继续喝那个了，乳清蛋白。请问场上打清一色有算吗？壁画没有。哇，没清一色了。
等一下不要抢哦，等一下知道密码的也不要，房号的也不用抢了。我等一下出去看，看我今天任务是什么。而且我都要荔枝，我到外面乱碰乱吃的。你看吧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妹妹猫。果然，你爱的还是隔壁的那只猫吧？哎、欸，感谢棉被猫、某某跟赖威尔森。按一下哦，完成任意两场对局，累积哎、欸，还蛮容易的呢。来来来，再来再来。卡屋是什么？来吧。繁星喜欢兔兔吗？爱死了。然后那位日文安安不会念。不会念哎、欸，冠良，好久不见！哎、欸，请问这是什么字？洗洗洗吗？这什么字啊？请问这位生僻字可以在聊天室打个字吗？让我认识一下你。结果他说他没追随，不能打字。好热哦，开个电风扇。会不会收到风声啊？我怕你们会收到什么怪怪的声音啊，比如说有个女生突然在讲话的声音，吃吃拜拜，吃吃拜拜，我不要。蹦吗？啊，是蹦蹦哦。蹦蹦也很久没出现了、欸，哎、欸，蹦蹦很久没出现了、欸，蹦布拉甲，是不是要开个珠子台他们才会回来？那个 Sora 啊，蹦蹦啊，啊米米啊，米米现在在隔壁啊，不不，哎，隔壁那个是那个哪里？番茄台，好多隔壁哦。你关了 ，God， 不多开一下吗？蹦蹦不在准备考试，是哦，得不到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抱歉的，抱歉的，蹦蹦，抱歉，抱歉，妈，你个头啊，欠打。双梁初级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隔壁台主安安，哎，隔壁穿女仆装的台主安安，装，对吧、啊？他说他愿意用兔子的皮穿女装一辈子。他说兔子皮他可以，他很可以。他说兔子皮女装他很可以。他讲的啊，而且要不要讲一次你今天在台上说的？
他想穿很久了，真的啊。为了一件女装，哎，肯定不止吧？对吧，阿雪？而且人家家摇可乐，他说啊，穿女装不能摇可乐啦，会很奇怪啦。啊、看，好啦，这个啦。啊，差点就讲谢谢棉被猫了。我上个厕所这期间好像错过了什么。你看一下聊天室嘛，拼凑一下回忆啊，拼凑一下啊，填空题，填空题。有萝莉装，蹦蹦，哇看你这个字也太，哈哈哈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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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雷雷雷雷雷，我、哦、看到原来是雷哦。哦，四个雷声啊，加起来是嘣，有意思吗？同一次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想法？我是没有啦。蹦蹦虎，哇哦！哇、wow、哦！该不会可以吧？啊，把这打掉！奇怪，我输入过时，应该是过时了哦。对，应该是凝生的吧？啊！欸、如果我的皮在睡觉的话，体谅我一下啊。我的坐姿超不正确的，哈哈，我的坐姿。等一下，我今天的状况应该是这个才对啊。好，累累，继续累累病。疼。腹肌会歪掉。欸，你知道腹肌其实是天生就决定的吗？你的腹肌如果想变正的话，你后天是弄不好的。就是他如果今天是左右不对称，你天生左右不对称的话，你后天也修不好。这个是基因遗传的问题。帮教主醒一下。哎、欸，刚有敲吗？咦？哦，有了。啊，怎么？哦，没事。有了啦，有了啦，有了啦，有了啦！不要敲了啦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麻醉呢？没希望了吧？换一个。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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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很累啊？怎么了？不能很累的起来吗？可以吧？哎，幺幺安安。
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タラバ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。啊，高线！感谢米米的100小起点，感谢月林的300小起点。喝什么咖啡？喝拿铁。你还没看过一千，他有来，是啊。有吧？咖啡已经没用了，哎，那只能喝两杯了、欸，哎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怕，可是我小时候就是，我小时候那时候小二小三就在那边学大人爱喝咖啡，就喝着喝着晚上都睡不着。把咖啡当，因为以前就是那种流水席半桌的时候，都会有那种波浪咖啡喝，然后发现那个咖啡味道好好喝，好香啊！结果去那种超市买那种冲那个冲泡咖啡，就自己那边当小大人那边喝咖啡，就喝到那时候晚上都睡不着。哎，假装自己是个小大人。结果不是小大人，只是个小人。哎、欸，我发现啊，是不是很久没发烧列车了啊？对不对？好像好一阵子没发烧列车了、欸，哎。因为康斯，你们之前丢成那样子，一直都没有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、欸，今天不是礼拜日吗？啊，你怎么哦？今天礼拜六，想说你怎么这时候交代？哎，感谢火鼠的100小起点，没人镇定啊，不是那问题、欸，哎，是之前丢小起点会丢到有那个、欸，哎。还是小起点不会有车。你看，其实丢小起点也有啊，不是镇定问题啊。白痴哦、喔，我刚刚就只是问问而已、欸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哎、欸。林锦，感谢月林的100小起点，感谢棉被猫的100小起点。有什么车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发烧列车哎，层、欸、级一的我好像都拿完了，哎、欸，东粉安安，好了，打完招呼了，你可以回去灵儿那边了，可以回去灵儿那边喽。哎、欸，样样安安。リーチ、ピンフ、ドラ。还是我等一下去拿喉糖吃啊，
但我现在喝，我现在喝东西，所以会睡着。我喝东西会睡着啊！各位小心一点啊！这个主播等一下喝东西喝到溺死。刚说宝可梦的都不见了，对，现在回来了。哎，鬼转珠子台。啊，感谢月灵镇定。哎，还要再镇一个才会开成功哦，不然就是小心点还在丢哦。没有不见，最近都在忙，没空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，你昨天有讲啊。一掌五共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，只是稍早在那边嘴说。啊，你看蹦蹦很久也没出现了 ，Sora 也是。啊，有些都是说挂台没开声音，骗子！你当我不会看聊天室吗？我可以看到聊天室有谁在看台好吗？我都看得到好吗？骗子，一群骗子！七，为什么要骗我？我都看得到聊天室有谁好吗？啊，开台只有十几个人，我那些 ID 我总记得起来吧？骗人！最讨厌你们这样骗我了。直接跟我讲实话就好了啊！你就是像那个谁，米米直接跟我讲说隔壁台太香了，就回来之后不能打字啊。这我可以原谅他，但他是受到惩罚了，不是吗？棒棒好像忙考试吧？有，刚刚米米有说，刚刚米有跟我说，七，我在带灵儿跑图，等一下红石。看谁要带，红石可以大家鬼转过去帮忙烧啊，不然那边很难烧哎、欸。你来跑，今天红石在哪里？那个大树屋，在大树屋那边。所以等一下可以一起跑啊。欸，几点啊？第二波的是几点？我五点的有吃过了。五六七八九五六七八九，哎，还是你要现在去吃啊？对啊，还是你要现在吃，现在吃一吃其实比较快。要吗？要吗？你在海胆？对啊，我说等你们海胆吃完啦。等我跑完云野，他到几点啊？我看一下。你正在海胆，啊，就有超过八个，那你就你们跑咯。我看一下，红石下一哦，第二波要，欸，要在28分前烧完呢，9:28前烧完呢。不然9:28就要等11点了。我刚看到番茄，我们就分开了。好了啦，醒了啦，醒了啦。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、ズマは緊張しない。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。我有主动叫你牵我手，啊，你就无视我。哇，你在押韵吗？我有主动叫你牵我手，你就直接无视我，好强哦！啊，押韵茄，哎，感谢双粮啊，粮源灌粮，还有一个是谁？看一下哦，啊，感谢蹦蹦，
有押韵吗？就 O 跟 O 啊。这是什么情景啊？番茄的内心小剧场。谢谢吴大恩，好久不见。怎么都可以打这种奇怪的符号啊？哎呀，你又是谁？是不是有打过？哎呀，怎么丑成这样？伊恩，你不是一层级一的都拿过了，你还要，对不对？层级一的都有了啦。小猫咪耶，对啊，我那时候就有说，那个发烧列车有猫的贴图，结果那时候一大堆人就是让我上列车了嘛。上完之后，结果不是鱼，不是猫，他说啊，说好的猫嘞，我说哇，我真的有拿到猫啊，不是二的吗？一的啦。ドラとはいえ、宝物だとは限りませんよ。感谢藤堂住姓住，对不起，藤堂姓住的纠团。可以打个字吗？那个我要打指令，方便打个字吗？方便打个字吗？晚上好，开台辛苦了。怎么会揪来棒子的台？应该要揪去香香妹子的台啊！感谢揪团，大家有，大家也回追吧！给我回追哦！好，我去追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在玩哦？你刚在玩麦块哦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跳过。非使用即如鱼安安，你竟然会叫我分析，天哪！嗨，你好啊，墙角有人安安，天哪，竟然会叫我分析耶，肯定是老粉丝了哎，仰慕已久，有吗？没啦，没啦。还好久而已啊，不是还好久，还好而已，不久不久。嘘，秘密哦。哇，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吗？可是你已经暴露了，你已经暴露了。然后现在跟这群笨蛋啊，这群白痴啊，这群手痒的打麻将啊，待会就会换游戏了。啊，怎么称他们笨蛋白痴呢？他们就很多人喜欢被我骂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リーチ一発一成功。
我从小看靠腰哦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又是你，不要再捧了，我很老了。欢迎，不要再吹了。欢迎，我喜欢的是女生，不要再吹了。你从小你少来，你他妈的那时候第一次认识我的时候还问我说，请问这个台主是喜欢兔子吗？你在掰啊。哦，我看成好像很多人都有想骂你的倾向，我想说谁会想骂我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请繁星多多指教。你好你好，早板苍真，你好你好，那你多多指教多多指教。没有啊，这个人开台很随意啊。最近在练身体，反正差不多八点会开的台，搞到八点半九点才开。这件事情是很清楚啊，哎，我记得更清楚是番茄那时，安妮那时候第一次来我的台的时候，我直接叫他胖丁，哎，胖丁你好，我那时候觉得我怎么会叫他胖丁啊？天哪，你知道那时候多紧张了吗？是胖丁哎、欸！哦，那时候的我真是好白痴哦。虽然他也是说胖丁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叫安妮比较好听。啊 ，no， 高中算小吗？你说你现在高中吗？还是你从高中看台看到现在？那你肯定大学毕业了你。你知道你那时候笑得很开心吗？我不知道啊。繁星占据了你的童年阴影，是不是？你童年阴影都是繁星的声音，哎，我在打什么呀？怎么会叫胖丁嘞？你那时候紧张啊！你要知道，一个仰慕的对象突然出现在聊天室里面。你看看那个情景，是你，你慌不慌？肯定慌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仰慕、爱慕的对象。哦，你有团子哎，这是什么时候的啊？那团子看起来好可爱哦、喔，而且那时候还带魔物猎人拍大鸟鸟。对对对，我那时候还挑图案。你他妈的那时候把安妮介绍过来，你就知道那时候多可怜，一个人玩了。哎，为了拍图鉴，跑去拍大牛牛。哎，14分了，你们要回来了吗？请问要鬼转光遇了吗？我从高中看到现在距离高中末约10年就没有。对啊，就10年啊，你看，我跟你讲最恐怖的哦，《冰雪奇缘》也10年了，你知道吗 ？Lady Go 已经10年了，你知道吗？从国中看分析到大，哎，你们这样显得我好老哦。那请问那位鲁鱼，为什么我开台你从来没有来留言过看过台？谁？哎，高高安安，团子是用黄色石头换的哦。我不知道哎，抱歉了，对这款游戏已经很久没玩了。JI 是什么？早吗？我。哎，提拉米，哎，那你那个解决了吗？录影的功能解决了吗？还是最后还是丢地图档给那个啊小峰？你是潜水器的，潜水系的骗子，在骗。请不要欺骗我好吗？虽然你在2016年追随过我，但是从来没对你有印象过。就算你今天说我长得像你高中、大学同学之类的，我也不信。
然后可以点 ID 看一下你什么时候追随的吗？那时候有个人说什么看我台很久了，我看了一下他的追随，不久前，追随时间不久前。你知道他回我的一段什么吗？因为我没有点追随，我没有点追随，但是我都默默在看。明白，他是说他看 YT 的，所以在图其他就比较少看。哎，感谢感谢三位。哎，你们要烧红石了吗？哎，这边等我一下，我们要集结去干大事，好不好？这边借我个大概五分钟吧。他怎么在这里？我在干嘛？有人去雨林树屋吗？正在啊，等下传你们呢。哎，我是按存档还读档？哎，传，那你们传样样啊？不大安。你们是谁们啊？有没有凑满八个啊？有缺我啊？克洛伊缺啊？目前四个，走吧走吧。哎，没有 DC 吗？谁 DC？ 我的 DC 是会员群啊。我觉得够了，我直接去把你们飞样样。你是说你一个带几个啊？你带你的大狗、小猫，还有一个是谁？你用突骑，突骑是什么？哇，怎么那么多人？呜呜，欸，他不烧哦。你就占了三个位置了。无法进入你朋友的世界。好，不需要我了。哎，是不是满了、啊？满了我就不用喽。退取啦，我懒得打，我知道啦，我只是打，你觉得你打哭很好笑而已。欸，他黑我单啊，笑死，他真的黑了欸，那算了，你们跑吧，你们跑吧。他黑名单我欸，我想说奇怪，我是在跑图。好吧，被黑名单了，你看。那就算了吧，你们跑你们跑。欸，不要那么小心眼好了，帮他们烧。帮他们烧。哎，这边是被灵儿黑单的繁星，我好卡。被黑单，对吧？哎，靠！啊，请好好保护他、啊，我没办法帮他回能量啊，你们加油。
什么烧不了？网络延迟。有时候你烧的其实已经烧掉了，但是你自己看不到而已。爱干哭啊！爱干哭啊！然后那天就在烧红石啊，我也是很紧张、很激动的叫他说：“哎，你小心一点，你小心一点。”然后就又说我凶他，哎呀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红石有多可怕。没麻了，有啦，现在只是在帮忙烧东西而已。哎，我记得这个情况不要再烧了，对不对？再烧的话，它会一直重新 CD 耶。我记得那时候不是一直烧，他CD一直说雪莉上来啦，不要烧了啦，雪莉上来不要烧了。我记得是停手了啦，因为你再烧下去，他会一直重新算。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烧了十分钟以上，烧不完。你看，好了。你在我头上干嘛，冬粉？哎，你带他进去捡金人哦，他里面金人没有捡，帮他捡一下。好了，好了，八。样样太快了啦，我在换画面前，他就在这里面了。哎，样样准备哦。
哇哦！哇，你换牌给他，他还和你牌耶，天哪、啊！特洛伊你怎么那么惨啊？你让他双粒子，他还和你牌啊？这个人，啊！哎，喂的不错。我不伤心，你是坚强的克洛伊。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。有时候都听例子，听得像在讲 B 曲。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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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东而已，东而已。克洛伊，没事啦。有马打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不会打太久啦。早安呐、啊，早安呐、啊。你很快乐，真的齁。拜奎安安，哎，刚刚应该去尿尿的。欸、你是太久没来吗？你手气怎么那么好？嗯，你去跑图啦！你去跑图啦！你给我去跑图啦！我尿尿了！哎，尿尿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也很久没玩了哎、欸，我搞不好还比你们久没玩呢、欸。
つの。怎么是自摸啊？龙呀！来晚了，你，哎，你刚没在看鱼仔台吗？怎么那么惨？哇哇袜子的哇！哇！哇！哈哈！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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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碰什么？碰什么？光遇被黑名单送爱心还有用吗？猪就没用了，那是不是我不用再送爱心给他了？不知道呢。欸，还是我黑名单你，然后你再送我一次看看。OK 咧，白痴哦，你的爱心我根本还没收下来，要怎么黑？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这是你说 OK 就 OK 的吗？重点是你的爱心我根本没领，我还没领下来啊。收了再黑，那也要隔天才能撤啊！明天下午三点才能撤。哎，肯定是不行啊，只是它会显示说赠送了还是怎样的，蛮好奇的。Leech。哎，殊不知你上一家比较危险呢。你这是什么回来玩的运气呀？任務完了。
全目標達成。哎，谢谢刺刺、克洛伊跟样样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嗯，可加吗？可以啊。哎、欸，白葵，有人黑凡，什么黑凡？有人在讲光遇的啦。我只是好奇这件事情，因为哎、欸，光遇黑名单这个系统其实让人家觉得有点难过，是因为黑名单这个行为就是对方看不到你上线，然后也理论哎、欸，然后你对方看你是一个陌生人的样子。然后你也会不知道说他黑名单你之类的，除非你就是靠近他会显示一个禁止符号，会是这样子。所以之前有人讲那个光遇黑名单的行为，其实让人家很难过，是因为你并不知道对方黑名单你了。如果你以为对方都没上线，其实他玩得好好的，还在这个世界里面走来走去、逛来逛去，跟别人聊天什么的。然后你可能就在苦苦等他，什么说好久没上线啊，有的没的。哎、欸，还缺一个白葵，你不是要进来吗？还是已经满了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该不是最后一场了吧？那还是我去睡觉。还是我直接去睡觉了，不知道，可能睡醒又是12:01了、欸、只是他不再出现我的世界里了，对吧、啊？哦，有点水饱哎，肚子都是水。怎么啦？那再来一杯，我会视为丢水沟哦，我现在真的会吐哦。我是要挂着去睡觉，还是关台睡觉？哈哈，啊，就开一个小时就去睡觉了，觉得好怪哦、喔。可是好想睡觉、喔。刚以为上一场打完，精神跑完光遇的时候，那时候精神还可以。啊，怎么尿完之后就想睡觉了？我把咖啡因排泄掉了，把咖啡因给排泄掉。有这个操作吗？碎波。有看我刚刚哈欠打多大吗？哦。
哎，谢谢六六的承受伤害，谢谢谢谢，感谢你感谢你。六六，感谢你的牺牲，哎。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怎么样？我再想睡一点的话，我就杠下去了。那杠下去我会尖叫啊，跟尖叫机一样。哦。杠了会出大事，对啊，杠了之后就要把这些牌全部打掉，哈哈，通通打掉。哦，好了啦。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没事。哎、欸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好丑，在打什么？哎，哎呦，放鞭炮呢 ？Long， 最后的10枚になっても，一直揪哎。你再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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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揪。这个吗？不行，我觉得睡眠品质都是被我们家小朋友搞到睡得很差、欸。你是因为感冒？哎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到底感冒了、欸。还想玩新游戏的，牛牛安安。我刚刚差点讲一句话，不过应该是开不久了啦。这句话有点严重啊！最近甲流啊，我就不知道啊，到底是不是感冒还是怎样？可是我没咳嗽啊，只是昨天晚上身体有比较热。金竹林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。
有看到我眼睛快闭下来了吗？快闭起来了吗？哎，刀伤我难安，鱼仔关台了吗？那该只是中暑吧，搞不好不是啊。鱼仔那里啊，他关台了、哦，好吧。他不太舒服，先休息了。胃不太舒服、欸，哎，那怎么办？我是要休息聊累坏了，哎，看一下哦。坏了去哪找？很多地方找得到啊，有没有？那些浪兔协会有没有？去认养一只兔出来照顾，不错吧？哎，很多兔兔都会，自己找厕所大便的哦。你怕你家狗狗加餐，那请把你家狗关起来，好不好？请把兔子放出来，把狗关起来。完了，这什么烂牌？这什么烂牌？
完了，有丑牌，丑牌。但主要又是怕说关台后才健身的话，应该也没力气拉了。可是拉完之后开台又觉得很累。哎、欸，所以鱼仔现在都是自己打，没跟观众打吗？边开边拉，那是不可能，这样很危险。我上次就是先开台，然后去练身体啊，结果回来跟我直接回来喘的跟什么一样，我整个就是脑袋缺氧，眼前一片黑，然后还要讲话、欸。正听啦，打掉。鱼仔是第一局排位，然后观众场结束，限三码。哦，这样啊？你现在成功了，你说成功录影哦，恭喜啊！那你说要是换 OBS 还是怎么弄的？要看看吗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还没看我推啊，啊，我只有看前两集啊。我现在的脑袋不允许我做太多事情。我刚才讲说你应该要自摸了呢。没关系啊，不用不用。哎，有成功就好。哦。九为飞天吗？我也没有九为飞天啊，稍早就飞过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有吧？我飞过了、啊，怎么会是九为嘞？我帮助你，我也没帮什么吧？没有，你有换软体啊，换什么那个才有帮助吧？自己看繁星打吗？还没看过飞天的，飞天的什么？你说看到我被飞哦？有啦，而且跟闪闪鱼仔他们玩的，跟闪闪玩的时候也有被飞过啊。先暂离一下哦，好啊，怎么了？好好好好好，拜拜拜拜。
你要去睡了吗？当然去睡了。哎、欸，抱歉啊，这最后一场了，太不舒服了，好吗？一到十疲惫程度是几？应该有到十一吧？没有啦，没有夸张，应该八或九啦。没办法、啊，睡觉时间小孩子一直在旁边跳，一直吵，然后拿东西甩来甩去，敲来敲去。Hello， 哎，感谢大家啊，没打到的不好意思了，哎，不好意思了，不好意思了，哎，记得要抽哦。该不会是这个吧？我是不是不用开了？我是不是不用打麻将了？甜梅蜜意这个、哦，该不会我不用再开台了吧？不，不用再开日麻了吧？还有个紫色礼物，紫色礼物没关系啦。我们要跟谁结婚了啊？后面都随缘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在抽角色啦。嗯，好啦，我看看哦。他们今天玩鹅鸭杀很多人耶，你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报错人了，你没有。对鹅鸭杀，对啊。哎，过去小雨家吧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拜拜。敲啥啦？敲屁啊！看一下哦、喔，我不会念名字哎、欸。那个兔安安啊，路卡利欧晚安，卢比晚安，利恩晚安，小六晚安，青蛙晚安，高高晚安，雪莉晚安，爱茶的晚安，花英晚安，样样晚安，克洛伊晚安 ，YT 有没有？啊，牛牛晚安。